我的皮肤是不是越来越亮，肌肤状态更好？那就是感觉很亮，秋冬啊干燥容易敏感的朋友啊，你是一定要戴的，因为重现少女般的童颜。在网络上啊红了很久的 TRUU TRUU 皮肤就是比较容易干，如果遇到就是有皂碱的洗脸的话，那会又干又紧绷。它是没有添加皂碱，也没有其他的人工添加，里面有25%的日本氨基酸，还有51%的酵母精华，来帮你做一下皮肤的平衡，其他皂也不会很干哦。很像那个露丝一样，泡泡真的很香，而且它的香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，它没有加香料，泡泡非常的绵密，很舒服，眼睛也 OK， 把那个泡泡带掉了。啊，你们的脸好亮哦！而且怎么洗完变儿童？晒干不会崩，只要不崩，它就是一个好的洁颜露，我一定马上就回购。没有酒精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非常安心的用。如果你是敏感肌、痘痘肌的话，这个洗完啊，可以改善你的痘痘肌。啊，洗完了，很变亮，然后又很有光泽，有没有？又亮，然后又干净，哦，很喜欢哎。而且还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洁颜露。43岁了，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有大概20几岁左右的肤况。黄金生态复活精华，这一罐真的很厉害，它有24K 金包着弹力蛋白，有这个九重生态，加这个非常厉害的抗老成分普拉斯脸，抚平细纹，就紧实，让你的轻熟龄的肌肤重返童颜少女的这种润泽。怎么样跟小贤一样，你就是跟着用就对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到着水补霜部分，我一定要有霜，尤其住在恒春啊，洛杉风这么大，冬天啊真的很容易会干裂，也很害怕很油腻很厚重的霜。它的霜的质地非常清透的，你看我一抹开，在脸上不会有那种闷的感觉，很清爽不厚重，也有添加香料，非常适合很容易对香料过敏的皮肤。5种神经酰胺可以保湿，增加你肌肤的屏障，它里面也有益生菌哦，稳定你的肤况，达到油水平衡。刚刚这样子到现在，我的皮肤是不是越来越亮，肌肤状态更好？那就是感觉很亮，秋冬啊干燥容易敏感的朋友啊，你是一定要戴的，因为非常厉害的成分都可以修护抗老补水，你重现少女般的童颜。